几岁了呀？24。24了呀？不小了。你有理想吗？你告诉你理想什么？我有理想。理想什么？说。我的理想就是考下证来之后，找一个好工作，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活。嗯，然后呢？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呀。你也知道你对不起他呀。让他爱干嘛干嘛去，好吗？好。